这回我真是明白了，开窍了。您说我错了，马爷。你还真回来了，马爷。我回来回来了，马爷，我错了。我跟您说，我认输，您别杀我行吗？您大人有大量，我心服口服。我回来就是给您认错来了，马爷。您昨天说的太对了，这人要逞能啊，就必须得付出点代价。我这代价太大了，太惨重了，您是该死的死，该伤的伤，没剩几口子人了。马爷，我求您千万别杀我。 您留我条狗命，这回我真是明白了，开窍了。您说我图个啥？这干我这行的不就是混口饭吃吗？那给谁干不是干啊？我现在靠山也没了，我就投奔您了。您把我收了啊？您只要饶我条小命，以后您就把我当狗使，我也认了，行吗，马爷？你要这么想就对了。你要早这么做，就用不着现在这样了，对不对？是是是是是。哎呀，这都怪我，脑子不好使。 行了，把他放了吧。谢马爷，谢马爷，谢马爷，过来说话。哎，爬过来。哎，得。你说你跑什么跑啊？我这昨天啊，让您给吓尿，我是想。 我要不跑吧，最后再让您给宰了，您说我抖这机灵干什么？给您这弄得乱七八糟，我回来就是诚心诚意的投奔您，鞍前马后，您放一百个心。马爷，您把我收了，以后呢，您说一我绝不说。马爷，啊，嗯，哎，我要你这狗命有什么用啊？啊？ 嗯，我有东西。